北雪，北雪，我进去了。起床了，化妆，今天乖给你录考看。真的，我不骗你，我准备用恁爸给那个新相机嘞。你化妆，我给你录考看这次，你放心。起床了，快点，你咋天都恁能睡呀、啊？这一回有没有睡觉？多睡一会能咋了？你天个催命鬼好点的。是那个新相机肯定可行，快点！我的妈呀，你上辈子是不是水神托生啊？早上是最美好的。还在等你半夜，等半夜再来找你啊！走了啊！你叫几点不着？你叫几点不着？十点了，还七点了。这个宝物终于要出江湖了啊！看看这个效果会不会比手机要好得多。我还第一次用这么高级的东西，一直都是用我小手机录的像。等会试一下，咋开呀？我忘了那是叫咋开呀、啊？感觉就是比我手机要清晰的多。看一下，这是手机录了，感觉这是相机录了，感觉。现在我感觉自己好酷啊！有没有？先关住，等会儿东北来喽，省点电。今天就得找好吧，你放心。你的相机好近啊！你好近，新相机啊！能不能照亮我的？还是那个样，哈哈！看来，看来不是手机原因，是长相原因吗？长得也还行，还行。哎呀，不错嘞！不过这个不抖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，还没试过，谁知道？哎，假如拿我手机对比要看，你同时站着，我用手机，这俩画面我看一下哪清晰。你调照，哪清晰？我咋就是看中手机清晰？相机清晰，相机拍出来可能哪导到视频里，就是导到电脑里之后更清晰。就是看手机清晰是吧？好的。你现在走的是老板风啊，每天穿的西装。对啊，西装没有穿西裤。没钱买，西装还是店里处理时候买。你会入考看背影吗？不会，今天天儿不错，你试试。来，回眸一笑，哎呀，吓死人了！看那这狮子，这咋缩小光圈儿的？咋进？哦，我好像会。就是高级点儿。